我的四七二，那就好的呀，八零五三分九一九哈。哇塞，我绿色带新能机账号四七二四哦，我是刚刚练喝档的112.0九一九哈，细颗弹，细颗弹哦，八零五三分，手拍的是四七二四哦，园林发车中三线红花东线开往台东，2023年12月的偏豆的绿色带新能机账号，以及我的4024哦，应该发车中本线哦，花莲的绿色。我下车，我们等9 950圈快车在西客站里面。没想到一倒你们，我的四七二先行跑掉。哦，有啊有，二小时。之前都是搭那个嘛，你超二次，然后很少搭4024，对啊，所以还有4022，所以说啊，忘记，我还在西客站停车，对，哦，哎，那你等一下，没有，等一下有交一台51啊。我们关闭正门，这里24要看花莲叫北京花莲的900行权开车950宣快在细客站关闭正门，这个是我的五一色，七度发的将海鲜港新左营的单店呢，让厦门主管，谢谢各位的加油，拜拜。我们再看一下细致快到。